某经营品牌啊，某经营品牌、某经营公司或者某经营者，75元的抗原检测盒卖净卖到229。嗨，这种暴利的事儿多了啊，比方疫苗啊，比方说这个核酸检测呀。核酸检测，我最早我花过145检测呀。145，现在16块钱，啊，涨了8倍，他这个才涨了3倍，对吧？那个那是不是也要罚一罚呀？罚的钱，按照那个于建荣老师的提案，你罚的钱，财政嘛，就是有一份花钱的地方，有一份财政嘛，有一份税收嘛，罚的钱没有地方去啊，赶快分给大家，是吧？觉得该罚的东西很多了，那就评论说，昨天我还在饿了么看到一个抗原卖300多了啊，我今天还问了一个一盒25个的试纸170还没货。我就想问你，问问你故意赋码的核酸检测公司，你罚了没罚？有点好笑，还不是你们说的放开就放开，收缩就收缩，他妈的一点过渡都没有，所有的东西都要抢，像个3岁小孩子在这里随便整整。